11匹马列阵，新加坡一级赛狮城杯准备，闸门打开了，新加坡一级赛狮城杯正式开跑了。现在前面拔的头筹的呢是这个6号的总司令，但是另外一匹马的速度更加快的就是8月，8月现在呢在前面抢领放，而在旁边跟他斗的呢就是名望之星，然后呢才有这匹总司令。 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林家准将，一个多马位之后是知敬者啊、金猴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还有玛丽。另外大概是一个马位之后呢，是国金稳前，然后有国金星际。那接着呢，就是这匹伟大昆特。暂时殿后的则是哈利神马。他现在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呢，有大概8个多马位啊。现在开始要转入最后400公尺的时候呢，名望之星在这个前面继续的带出有一个马位。那跟在他后面的就是 8月，然后呢就有这匹总司令，然后旁边呢就是林家准将，林家准将呢现在也是不急不缓的，已经是在前面带出了有一个马位，后面再追他的呢就是金猴，然后呢就还有致敬者，金猴现在一直在追林家准将，林家准将继续带出一个马位，林家准将顺利拿下了狮城杯，然后有金猴，跟着呢应该是玛丽。 下来还有哈利神马跟这匹致敬者，其他马匹包括有总司令啊，然后是伟大昆特，接下来还有国金星际、名望之星，另外呢是八月，还有国金稳前。